嗨，大家下午好，我是 Ester， 我是 Joyce。OK，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甜点名字叫做 CWP Chia Seeds Raspberry Yogurt。对，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个材料吧。已经浸泡过的 Chia Seeds 一汤匙。OK， 那这个是十颗 Raspberry。OK， CWP Vanilla。哦，看到这个是120ml 的冷水。冷水。OK， 接下来我们就让 Joyce 来介绍一下。整个流程到底怎么样做这个 yogurt 好不好？ OK， 接下来我们将由 Joyce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步骤，怎样做这个 yogurt。首先把120ml 的冷水倒入 blender 里，接下来会是我们的 CWP 碗呢，对，下一个会是什么？ Raspberry。出来看一看哈、哦、OK， 好，把盖子开过来，所以它就会比较浓稠，像那个 yogurt 一样哦。嗯，很香。你是要放进冰箱里冰冻15分钟之后就可以吃了。OK， 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的 CWP Chia Seeds Raspberry Yogurt， 谢谢。谢谢。